好，大家好，我燕辉。那个大家新年快乐。那现在我们要来送，不啰嗦，我们要送一些礼物。哎，那这次这几次影片的下面都会附赠一些赠送的礼物。喵咪，你不要在那边挡路哦。好了好了，不要摇，不要摇。好，好，我们这一次先送出十份，好，十份的那个甲虫王子的卡片。好，那一样，请在我们的影片下面，我会随机找一个影片，然后下面附这个影片下面的连结，请你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，然后我会在留言里面抽出十位，然后如果这十位没有的话，就不递补了哈，就十位的观众，十位粉丝哈，你小声一点，十位粉丝，如果你们就是自己没有认领的话，那我就留给下次再给其他人，哦，我就不递补了，因为我还有很多东西要送。哦，那现在是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影片。等一下我会给你们大家看一下我大概会送哪些影片。哦，这些送哪些卡片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哦，至少都会一张 SSR 的卡片，所以至少都100到200起跳。哦，这些都是有些是已经现在拿不到的卡片咯。哦，所以请你们珍惜现在的那个抽奖一样，我们会拍一个影片给大家以示公平哈，拍影片之前有抽过的就知道了哈。这是感谢现在500多位的订阅者，哦，你们在这么早的时候就订阅，本来是打算说什么300再送一次，没想到就500了，哦，那很感谢你们，然后很感谢你们，哦，那是为了回馈大家，然后我把我们之前打的卡片，然后暂时的抽出来，哦，我们也不要太多，我们只要有几张保留就好了。哦，这个价值你们自己去换算，可能也不便宜哦。哦啊，当然你觉得你自己卡片很多的，那就算了哦，那你就不用参加这个活动。好，哦，那但是希望大家就帮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留言哦。然后留言的话，我会把一些规则定在那个下面，然后请去我的脸书粉丝团，记得是粉丝团，不要到我脸书，不要加我脸书好友，拜托一下。好，哦，我脸书好友我现在不太加人了。好，到粉丝团按赞，好，去粉丝团留言，哎，私讯我。到时候如果抽到你的话，请在粉丝团私讯我，我要确认说你有没有帮我们订阅，然后还有没有在留言。好，哦，这主要是订阅跟留言。哦，好，按赞就是拜托一下，然后分享一下哈，哦，就是我们需要你们大家的支持哈，哦，非常需要你们的支持哦，因为拍这些影片其实都没有钱哈，哦，都没有钱，但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，哦，去经营。那，啊，当然也很感谢你们收看了，我们慢慢从不会到会哈，哦，慢慢的练习，慢慢拍，慢慢的大家跟着我们一起长大哈，哦，成长哦。频道也到500多订阅了哦，下一次不知道是多少订阅，哦，非常感谢大家。所以我们把今天要送的，我陆续会拍一些影片哈，哦，我们先拿比较少的几张给大家欣赏哈，哦，大概会送这十份哈。哦哦，大概提琴从 SR 的，至少都是 SR 卡片以上，哦，所以你说这个30块吗？应该不止30块了，但 SR 可能你们觉得比较没价值，但至少这是60块了嘛。好，哦，然后这个十珠音风 SSR 的，好了，你算个60块好不好？加一100块啊，都得加100块啦。哦啊，你当然如果你们没有十珠音风的，那就 OK。哦，就是会有一些简单的卡片赠送给你们，好，请在那个下方留言哈，我们会从里面抽哈，一定要留言哦哈，留言的我们才算哦哈，从留言的订阅，然后要有订阅的哈，订阅的朋友们，哦，有留言跟订阅的朋友们，哦，然后毛大象大兜哈，毛大象大兜，好，我们最近影片会上一个毛大象大兜的，可能你们再注意一下。好，哦，这一张是五霸勾亭，哦，跟巴拉湾大扁敲形虫，哦，都是一些很特别的卡片，那你们珍惜一下哈，哦哦，我到时候都会一起我抽出去，然后
卡片有些是很不错，但我不知道谁会抽到什么，不要问我哈。歌利亚哈，歌利亚鸟翼蝶，然后所罗门橘贝，巨齿锹，哦，有青蓝哦，赫克瑞是青蓝大独角仙哦，现在没有了哈，现在没有了哦，这个就应该价值也不便宜哦，哦，你们珍惜一下，再看谁抽到，我不知道谁抽到哦，好，大家拼拼一手气哈，拼进去过年了嘛，好，然后会有，反正都会有一些。哦，苏门答腊巨扁，好、哦，苏门答腊，我们现在养的苏门答腊巨扁、所罗门、兰花螳螂，哈、哦，都是特殊卡，哈、哦，都是特殊卡。有旧卡，有新卡，那、啊、有的卡可能已经改版了，有的卡是旧版的，啊，它有它各自的价值，哦，你们自己拿去收藏起来，拿去卖，都是一个还不错的收入，哦，你们自己看，那、啊、卡片一样都还蛮不错的，哈、哦。好，然后反正我们稍微看一下有哪些卡片，好，这是我们这一次要抽出去的，好，可能花比较多时间，这次影片这几次影片可能都比较多时间，你们要耐着性子看哦，你才有机会抽到哦，哈，啊，记得留言，好，要看完，帮我们看完，拜托一下，看完影片看完，不然那点阅率太低，我们可能就没办法抽了哦，哦，如果我们500多人订阅了。结果我们点阅率才十几、二十几，连500多一半都不到，那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，那个影片我们就没办法送。至少要点阅率过我们的订阅率，才会抽奖才算开始。好、哦，就是这么简单哈、哦，就这么简单。哦，啊，不然的话，如果没有破订阅率的订阅率的话，点阅率没有破订阅率，我们可能抽奖就留给下一次影片。好，那就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基本规则哈。那、啊、这是摩尔佛蝶，有一些是那个什么助手剂，有一些是那个，你不要过来挡住哦，妹妹不要挡住哦。哦，有一些我们都会尽量配一只特殊卡哈，玛雅白兜。哦，所以稍微看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要来留言哦哈，这个影片下面留言，啊，留言，我到时候看留什么好了，好。西方大象大都哈 这好可爱哦，这是真的可爱。巴拉万大扁，啊，这蛮凶也蛮帅的。巨齿大天鹅，有人说这个的技能蛮好用的，哦，还不错，好，你们就来尝试看看。好，这个哈，再就是这个，哦，格利亚跟巨齿哈，青蓝，我们只多了两只青蓝呢、啊。哦，赫克利是青蓝，是真的很不错的卡片。那你们自己有在收藏的，我们其实也没有多，我好像只留到一只，蛮可惜的哦。你抽出去就没有了。现在我不知道还抽到，哎，现在还抽到青蓝吗？青蓝还有吗？青蓝赫克利是？好像还抽不到了吗？还是抽得到？不知道。青蓝赫克利还会出吗？嗯，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出了哈。啊，还是会出哦。如果还会出，可能就是新一代的就不一样了哈。好、哦，所以记得，请在这个影片下面，好、哦、订阅。好像会，可是他要等很久。会等很久、哦。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、点赞，然后记得开启小铃铛哦，那你才可以继续收看到我们的影片哦。好、哦，非常感谢大家。然后现在是新年，不要挡住，不要挡住啊。大家新年快乐，然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心，然后那个万事如意，然后祝大家平安喜乐。那请再多看我们的影片哦。好，妹妹跟大家说拜拜。好，拜拜。这是什么？小海狮啊，小海狮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，海狮，拜拜。好，那就这样，拜。